别害怕，是我。怎么没拦？我和那位保安大哥好好解释了一番，他才放我进来。还有啊，我也不是突然出现的。我进来之后还叫了你好几次呢。是你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工作上，根本没有搭理我，所以我就只能乖乖待在一边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快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是新鲜的野生菌加上各种秘制香料熬煮成的汤。我想着你今天要加班，一定会很辛苦，所以就买来给你补补营养。就是那个最近论坛上比较火的居家好男人的1000个法则。好了，美味就在眼前，先来尝尝吧。帖子什么的以后也能看。而且工作到这么晚，一定累了，也该让眼睛休息一下了。你今天忙了一天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游戏可以暂停一次，明天再玩。好吧，好吧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双方需要在5轮绘制，即100分钟内完成整体涂鸦。我已经准备好要一展身手了，你呢？对哦，不过我都行，要不就你先吧。没问题，不过我先说好，我等下会出石头。你等会儿试试就知道。
时间刚刚好，搞定。最后十分钟我画得有些着急，现在才看到这个胖乎乎的点。这不会是你最后一轮画上去的花生吧？像，很像。最近花生的身材确实有点走样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该给 T 恤最后上一层保护涂料了，这样就不会掉色了。嗯，我也这样觉得。每次我们都要根据彼此之前画的东西，再融合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，既要保证画面的和谐，又要添加上自己的灵感，按理来说会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但我在画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困难，也没有刻意去猜你究竟是想画成什么样。看来我的不一样和你的不一样是一样的。那换一个说法，咱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